Hello guys， 我是小林，你们最爱的卡片公道伯 ，A.K.A. Z.S.E.O。今天我们要来进行买地模式，这次要介绍卡片呢，就是非常多人大家敲完，一直希望叫我拍的。我本来没要拍啦，但是被你们这样敲到都想拍啦。那就是你们现在画面上看到这张暗物质 biang biang 哥8+9 John Marin。说到 John Marin 这位球员，我只能讲有点可惜，但也是蛮活该，有点屁孩啊，因为他最近这半年来持枪事件嘛，虽然说他打球在场上飞天遁地，打球非常像我最喜欢球星 Rose， 非常好看，暴力美学。但是他在场外呢，就是一位小屁孩，然后已经被警告过一次了，又犯第二次，真的是不知道在干嘛。反正我只希望8+9能真的学到教训，不要为了这些屁孩行为断送掉了他职业生涯。这么棒的天赋，这么棒的体能，真的不要浪费掉啊。OK， 回归游戏正题，那这张卡片做得非常帅，有没有看到 John Marin 这个鼻孔超级大，跟他蹦恰恰嘞。名字旁边有一头灰熊，毕竟他是在曼菲斯灰熊队吧。我还是喜欢无敌卡，我觉得 Endgame 卡呢玩起来都跟狗屎一样，真的非常无聊。每个球员投篮动作、运球包都做得一模一样，真的都没有无敌卡好玩啊。那我相信一定非常多观众同意我讲的这段话，好不好？我也不是要故意喷2K， 但是2K 这个设计呢，就是让人非常无脑。在那叫什么？身高191公分，体重79公斤，这个身高模型在2K 的世界里绝对会被打爆。但是有什么差啊 ？John Marin 可是笨笨的男人啊。属性能力这方面，无敌卡基本上也都是全99啦。徽章有55个名人堂指挥章，8个金徽章，我们就直接往下拉，应该都是该有都有啦。我也不想念啦，嘴巴都快烂掉。金徽章的梦幻脚步，低位成立不大师，快攻发起者，特别快递定锁那个字我不会念，卡位怪兽，掩护高手，个性的话大当家，善于表现。哎呦，只有这两个吗？居然没有笨笨专家、啊。再来热区部分是全热区的面部模型，我只能说做的也是一模模一样样啦，毕竟他算是联盟新生代非常有名的球星。然后他这个头发非常帅，好像整个 NBA 球员就只有他用这个头发，上面有黄色、蓝色、红色，还有紫色，很像电线啦。如果你一剪错这个电线啦，就会爆炸。名侦探柯南啦，走去哪里都死人。然后他右手这个刺青也是刺好刺满。左边也是非常帅，他的风格特色非常明显。John Marin 的招牌动作就是这个头发会一直飘来飘去，很蓬松啊。洗发精包用哪一款的？雪卡哦。那我们来看一下他这个头来呢，这也是我魔改过的。哎呦，有点偏快哦，要习惯一下。这个是 Kevin Porter Jr. 加上 John Marin 混合种的投篮动作啊，有魔改过，但没有魔的很明显。他的速度是 very quick， 非常快，所以说投篮速度是非常刚好。无敌卡为什么好玩？就是因为虽然说他有一点小魔改，但是他本身还是有着原本这位球员的一些投篮动作。运球部分往前推，哇靠，又是这个 Russell Westbrook 的这个穿模运球。那他这个拉是非常古溜的，这个备孕不是他妈克瑞备孕啊，是小李备孕啊，端来端去。整体来说，他这个运球，哦，整体来说他这个运球算是，哦，他这个头发，他这个头发很古溜哎、欸。真的是很有喜感。再来看全场运球顺势备孕，我个人觉得很普通，因为它模型没有很夸张啦，但是这个备孕算给的还不错，上去接个灌篮，贾莫兰特的灌篮呢也是不用怀疑的，非常劲爆。左边上去，哦呦，一个大鹏展翅啊，拉的幅度非常高。右边底线是一个，来咯各位，再上去，哎呀，侧身战斧啊，这张 John Marin 玩起来很好玩呢、欸。再上去 ，Holy shit， 这个360。再来看一些他的拉杆，哇、哦，这个拉杆很帅，非常有运动能力。他拉杆也是真的很爽，看得很舒服。上去，哇、哦，这个拉赞赞赞。但是基本上你们玩 2K 打线上对战是不太会用拉杆的啦，因为很容易被盖。哇，好漂亮，真的漂亮。那我刚才忘记测他的 fade away， 我试一下 fade away。哦，看来也是有小魔改过哦，但是这个速度比较偏慢，真的要按比较久一点。再试一次这个转身，但是好像很少看到8+9这样打球，他打球都是切入居多，很少这样子转身飞的位。最后老样子，三颗 logo shot， 第一颗 John Marin， 哇、哦，你们不觉得无敌卡投 logo shot 命中率比 Endgame 还高吗？好、哦，第二颗没进，最后一颗喽，真的没有妈妈砸颗喽，就是最后一颗了。这边，脚不要动，脚不要动。第三颗这里。Nope， 哎呀，没进。各位都应该知道，像这种身高模型比较矮，或是这种比较烂的无敌卡，它都属于游乐性质。所以我就想说，哎、欸，那我要怎样子让这部影片看起来更好看、更有趣？所以呢，就如你们画面上看到的，我就组了一支先发灰熊队 ：Steven Adams 水行侠、Jalen Jackson Jr. Triple J， 三号位小前锋就是这一张 Playoff 的班恩。二号位呢，就是最新转队过来、交易过来的斯马特啊 ，Smart 粉钻而已。
那我们的一号位肯定就是我们的8+9。那下面一到五号位，当然要摆一些强的卡片嘛，毕竟我摆这种卡片一定会被人家虐爆，所以我下面还是要找一些保镖之类的这种猛卡、engine 卡帮我挡一下。再来，最后右下角摆一张飙风玫瑰，是因为 Rose 也是被交易去灰熊队，组成枪与玫瑰。那因为这张 Rose 是粉钻，绝对不可能用，那就摆在这边当信仰啦。有时候信仰非常重要的。哎呦，对手的 logo 太帅了吧！音速小子拿一颗球，还拿一个盾牌，什么鬼？果然真的很凶。LeBron James、Tracy McGrady、Bobo、姚明以及 Shaquille O'Neal， 还好我有放保镖。准备来跳球，水行侠面对姚明啊，哭啊，哥哥！完蛋，完蛋，完蛋！还好我有放保镖啊，哭啊，水行侠扛下啊！真的不行欸，还是一开始就要先把水行侠换下去，一定要叫个保镖啦，而且中锋位很重要。好，先换上姚明啦，真没办法，一定要换上姚明。Sweet Sweet， 对手回场，我这个压力有啊。John Marin， 哦哦，我这个瞬间，哇、哦，上去差一点 ，N one， 他刚才那个蠕动穿模的这个运球罚球，那这个罚球也是中规中矩，速度有点偏小快。第二罚 ，OK OK， 速游，翻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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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哇靠，哇！哎呦，可以哦 ，Triple J 这个篮板巩固的非常好，因为我们阵容比较普通啊，所以我们每球都很重要。里面给姚明，漂亮，这个助攻，碎啦碎啦，团队合作啊！哎呦 ，Triple J 抓得好 ，Go Go Go Go！ 别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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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再给姚明，里面又是一个单手暴扣，漂亮传球，两次助攻啦，再抄一个，哦吼吼哦，再给里面斯马特，直接被我寥落指掌哎、欸，完了麦迪，火锅。哇，真的不行啊！他的那个 Endgame 版直接顶着我上，这速度，这速度，上去！哇，直接被抓过！完了，完了，完了！他这个 Bobo， 完了，他这个 Bobo。各位，你们有看到吗？这个班恩直接挡住 Bobo Endgame 版呢、欸，太夸张了吧！哎、欸，卡到了，所以加速，慢一点，慢一点，慢一点，再给右边斯马特三分球，有啦！哇靠，刚才那个班恩那个防守真的很炸。真的超炸！哎哎哎哎，又是一个助攻，又是给姚明吗 ？John Marin 出去 ，John Marin， 不要那边看下 ，Marin 过了过了，上去轻松，又被哎，又是我们的 ，Go G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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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Go， 再一次，碎啦！刚才被抓过，但是我们马上抄回来，哎，过了、哦，拉掉拉掉拉掉，对方跳，对方跳掉了，三分球，我直接一个八股倒车啊！哇靠，没想到我们目前是领先的哦，这个防守，这个防守可以可以可以，慢一点慢一点慢一点。卡屁股，卡屁股，杀了！哎、欸，刚才我好像要直接，干，刚才我好像要直接快攻灌篮的吼，我这边犹豫了啊，完蛋，被拉出去了！哎，他没按好，他没按好 ，Go G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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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Go， 斯马特，姚明这边，拜了兄弟，我姚明要直接切进去灌篮啊！啊，手抓马润，瞬间加速可以上去，拉杆要到犯规。其实这张抓马润还有一个动作就是360度上篮啊，那我刚才忘记试给大家看，就是他的招牌360度上篮。哎呦，输油都有罚金，包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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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！完蛋了，对方的麦迪，我靠，他这样没进哦，他这样没进的话是我运气好哎、欸，杀杀了，干，好猛哦，哇，我直接被一个，哇，他这个火锅8+9，刚才那个双手拉杆过篮，好帅，真的好帅，好帅好坏啊，来防一下防一下防一下。走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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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再给姚明，又是一个漂亮助攻，水果烂水果烂，目前几助攻啦、啊？哦，对方直接喊一个暂停哦，我们这个8+9队有点意外的凶啊 ！Jordan Mother Jordan Mother， 各位没有发现 John Marin 这个造型，红色头发跟对手那个索尼克红黑头发是一模一样的。那我们呢？哎，对方过了哦，在里面漂亮，又是一个助攻，哎，他守不住我的传球助攻，哎，掉了吧？喂，这样没掉，手举高手举高，有了有了，抓篮板抓篮板 ，Go G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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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John Marin。速度很快，杀上去，又是一个双手包扣，拉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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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没力了没力了，瞬间加速瞬间加速，右边假投真传，再给班，哎、欸、对方再给姚明，哇，又是姚明拆炸弹啊，来啊你来啊，姚明直接抓锅，好猛啊这个姚明，干，真的还好我有放姚明在上面呢、欸，半进去这被打爆啊，转身。哎呀，被识破！替补的控球就是要用最新出的 Endgame 版 PG 字母哥控球字母哥，超级强字母哥，运一下，哎、欸，卡到卡到卡到，杀了杀了，字母哥直接屌虐啊！没事，倒没说，再给 Bobo 中距离有了啦，哎、欸、嘿啊，没事 ，Bobo 帮哦，
包包这个补球是怎么补的、啊？运一下，巨母锅，哎哎哦哦，这个背运直接直接把对手晃飞呢，一个背运上去，飞天鲨鱼，哇，怎么被干扰到？居然被干扰到没进，对手这个 Devin Booker 守一下，保罗乔治守你 Devin Booker， 喂，哎、欸，火锅后面补防有补到，来，现在用的是 Bobo， 也是最新出的 Bobo 啊，干那贵的 Bobo 啊，这边文班亚马，再给 Bobo 三分线有了，有喽，目前领先13分，所以我现在把真正的灰熊队放上来 ，Adams 也放上来，这个身高直接被屌虐 ，Jamal Murray。加马润这个拉杆左晃右晃，左手在摆劲，哇，好鬼啊！这个拉杆太爽了吧！抄一个，抄一个，掉了吧，掉了吧！加马润再给里面的骗你的，哎、欸，假头真传，这知道怎么进的？这球到底是怎么进的？卡一下，哦，杀了，再上去，哇靠，又是一个 N one， 又是 N one， 加马润面对 N gan Tim Duncan。各种拉杆，各种 N1 呢！哇哇哇哇，跳好高，跳好高！莫兰特跳很高，杀杀杀杀杀了杀，直接杀！哇靠，他刚才直接出乔丹灌篮动作！来啦 ，Bobo 这边 logo shot 秀一个啦！哦、第四节又再度换上完整的，哎、欸，换下拉开大空档，进了吧？这边空档杀了。哇，这是什么鬼？这又是什么动画？他刚才是要隔扣是吗？好凶啊！哎，真的好凶哦！哇靠，这罚球没罚住，倒车倒车倒车，对方掉了吧？慢一点，假投真传，给 Triple J， 又是一个，应该有算助攻。Adams， 帮我卡一下，瞬间加速，有了，修一个，上去双手暴扣啊！他有一定的距离，还是会直接触发隔扣的。干这里，哦，完蛋，来不及，完了完了完了，三秒、两秒、一秒。哇靠！转一转，填一填，又被我打进这一球，压哨关键球啊！这一球很关键嘞、欸，六分跟四分差很多啊！想隔扣吗？想隔扣！哇，又是这个班恩，这个班恩一直挡这种很猛的球员卡、欸，哎 ，go g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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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go， 加马润，加马润，喂 ，two k， 犯规了啦！这球绝对犯规。250%，那球绝对犯规，直接把我打下来。那我现在换上姚明，还有斑马，还有 Paul George。看来 Triple J 要换一下，因为这部影片的主角是 John Marin 啊，所以说我不能给他换下去啊，不然早就把他换下去了。这一球你看，这样还没犯规哦。哎 ，Triple J 我们的里面 John Marin 三分球有了吗？有啊，关键前面几球三分球没进没关系，这一球一定要进，这球进就很关键啊。放好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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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放二不放三，放二不放三 ，Go Go Go Go！ 哎、欸，来来来来来，两分而已，两分而已，两分而已，非常关键啊！贾莫兰特速度很快，这边又是你三分球，又是三分球， no. 又是啊，怎么会没进啊？哎、欸，我们的碎碎碎碎冲！灌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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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灌了！没有力的状况下直接隔扣 Bobo 哎、欸、哎、欸，我也是蛮敢飞的哎、欸。说真的，我是蛮敢飞的哎、欸。不然正常来讲，那球一定是会给旁边的球员，但是我直接选择用 John Marin 去隔扣。来来来来来，抓犯规，抓犯规，抓犯规，罚球，我一定要罚。最后27.2秒，我们目前暂时领先两分，他应该要先抓犯规。他不抓吗？不抓，哦，他不抓哦。那我就继续浪费时间一下，继续拖时间，20秒。打最后一波，哇！他不抓的话就来打最后一波，慢慢来，慢慢来哈、哦。剩下12秒，10、9、8、7、6、5、4、3，右边晃下第一拍，可以，碎啦！这一球我晃掉，差4分，他一定想投三分球了，我就知道，他一定想投三分球。哇靠！这时候还来两分哦，最终比数71-67，我们赢了4分啊，各位。哇，没想到这场比赛打得非常精彩，
好久没有玩到这么好玩的比赛了，真的很久。看一下比赛数据 ，John Marin 上场17分钟，获得32分、2篮板、8助攻、3次超截，整体命中率31投12中，三分球9投7中，罚球7罚6中，然后灌了6次篮啊。OK， 最后对于这张无敌版 John Marin， 我个人觉得非常无敌爆肝好玩。重点是这张卡会有一些很屌的特殊动作，什么屌拉杆 NY 2加1，还什么隔扣，然后明明刚才体力已经很低了，他还直接隔扣 N get bubble。总而言之，如果你喜欢 John Marin 的，一定要买来玩看看啊，真的玩得非常爽，尤其是这种2K 就是要这样玩才好玩啊，各位你们说是不是是不是是不是嘛。如果喜欢这部影片的话，记得帮影片按赞按到爆，还没订阅此频道的赶快订阅起来，记得追踪我的 IGFB 抖音账号全部追踪起来，那我是 Dico， 我们就下一次影片见啦，拜拜。